你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，来了哟！哎呀，我都有些迫不及待了。哎呀，你搞啥子？你在上铺还是看着点嘛？你这样的话，我很容易被砸死啊！妈呀，这个大叔有点厉害哟、哦！大爷，你要小心呐、哦！放心吧，年轻人，我专业伐木三十年，一点问题都没有。哎，那个人在上面搞啥子？看起来好危险了！哎，我操！啊！救我！哎呀！吓老子一跳！嘎了三十年的木头，今天差点把老子交代在这里了。哎呀，砸了！来来来，打一针！啊、一点都不疼，你跑啥子嘛、老铁们，今天现场为你们表演一个徒手抓防晒、差点就咬上了。出来了，出来了。开房开锅好痛啊！一年一年又一年，年年都是单身汉，求保佑我今年找个女朋友。假的假的假的！